们走，大部分钓竿我们会放一条线哦。你们走动的话呢，把条千万抓着你再去钓，抓着你再丢，好，不可以抛也不可以丢，把条先放，再放千块。或许呢，双线两条线一起抓，往下放也可以。好，来，如果有相关的几个镜头啊，伸进三角竿随便一个洞哦，把它剪上来。刚好呢，条跟钓竿成直线，你别修修管，修修管你钓不钓？你别钓钓钓，只钓红的钓就好。刚好直线，把条抓着，放去钓小根啊。小根是头足类软体动物呢，它厉害在哪边？牙齿，有气也给搞。哦，所以呢，你抓这个红色的，哦，它咬不到。永钓呢，今天晚上呢，就是呢小根啊。好，你就把小根啊拍出镜，人随便拿啊。拍完之后呢？那边的米汤啊，哦，你到米汤上面呢，把这个荧光夹耳呢，把它倒过来，它就吐出来，它就掉去了，你用什么搞的？好，咬到手，把夹耳千万抓着，我再去钓，来了啊，哦，那可以钓很多呀，来，等一下，我们来帮你调好啊，你夹子不要动，夹子不要，我要一直放，好，我们会帮你调好，到底做会帮你调好啊。你这个夹子就不要动，放在这里。如果有修过呢，简单的、啊、把它收上来。那怎么知道有没有？再放的话就这样，到夹子，简单的啊、哦，就这样。好、哦，左撇子来，拇指扣着，到去尾。你习惯左手，好、哦，你习惯右手呢，食指扣着。好、哦，把钓竿压低，把钓竿压低了啊，看越紧，不要看钓竿。二到三十秒，你把手抬高。好，没有就放。有只小管哦，有只小。那你有钓到小管呢？目前我刚才讲到了二到三十公分呢，你抬高有呢，钓竿有办法怎样？哦，可以，会弹跳，你把钓桥弄大。哦，上钩了！不用给我回去了。哦，你如果有呢，抬高。哦，这钓竿尾巴会怎样？会弹跳。他拉脸的，小管子哦。哦。当你钓到的时候呢，他的弹跳呢，千万不要怎样，不要故意拔。修哥是投足的软体动物，你抬高呢，手就伸平，让他跳。等到他跳六七下呢，他会停掉，你才可以呢，很慢的速度呢把它收上来。哦。大部分第一条我们会帮你，后期呢很大，我们知道很大会帮你。对。哦，不然的话你们第二条你们自己拉，好吧？好。第一个钓到嘞，一瓶啤酒，来，赶快拿钓竿。钓到了，注意看，来这里，注意看，有没有？哦，来，有没有？有，后面不要，拜托，妈呀，那么快！老板你还太强了。男生快哦，床上快不是好现象。不会啊，还是可以生。哇，这个三四十公分呢。哦，你是钓哦，哦，钓鲨鱼啊？钓鱼啊，就吃的呀。鲨鱼在等的，等什么？哦，大只的，随便。那几条？几条又给我怎么钓啊？钓五公分两个。对，所以这个没有饵，所以它钓不到，所以它没钓到。钓啊！等它拉到够深，还是勾到三十公分？鸽子蛋。鸽子蛋。勾到未爆弹，还会跳，会跳的未爆弹呢。勾到鱼尾，会跳的鱼尾。哦，看看今天晚上呢，这个奖数我得到了。吼吼吼吼，啤酒一杯，啤酒一瓶。有看到白色的？有没有看到？哦，有看到。哦，来了来了。哦，有没有？前面的，前面的都被压扁了。安娘喂。梦一嘞！哦，阿姨啊，梦一嘞！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鱼？梦一嘞！哇，大好肥啊！这不是吃鱼吗？这是什么鱼？钓到鱼啊！梦一嘞！梦一是什么？梦一嘞！哎哎！哇！来，看毛毛出来，快点！夹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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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一下。哇！
我用不吃老板。我看你要干哪，你们。